万景市议员何沪锦7月7日星期六在其区内 Frisbee Park 公园举行了他的第八届与民同乐日烧烤大会。当日天朗气清，不像过去两周的天气那么酷热，因此出席的市民超过1500人，很多市民都是全家参与这个年度同乐会。当日除了有烧烤食物、饮品及水果外，还有儿童蹦床、约克区警察摩托车展览、表演节目及抽奖。其中有些表演节目更是由区内长者演出，真正达到了与民同乐的意愿。每年何沪锦议员会趁此同乐日的机会向市民汇报万景市的一些发展项目，也会聆听市民的意见和诉求。今年参与活动的还有一些社区服务团体，例如 Young Struck Free World 教导青少年远离毒品，以及万景凯旋邻里守望相助群，他们致力去推动睦邻及社区安全。嗨，大家好，我是万景市市员何沪锦。今天是我第八节的 Community Barbecue。在过去的很多年我非常的感谢我们社区的人，他们藉着这个机会跟我谈很多很多在我们万景市，尤其是在我的选区境内的问题因此呢，我们的过去的发现这个event 呢，非常非常的好的。大家知道万景市是一个发展的城市，我们有很多的东西也要跟我们的发展呢要配合的。因此呢，在过去很多市民给我们的意见，我们传到几下来，然后呢，我们每一个建议也深深的研究的。我在这里我再去感谢市民每一趟的支持。我还记得在半年前我开始的时候只有100多个人参加，但是在过去的几年呢已经超过1600个人了，因此呢我非常的感谢希望呢在将来呢我还有这些机会跟市民怎么短的距离谈谈我们区内的问题。谢谢各位。江春水梦幻迷离。